相信逃避就不会痛，说不会再追的走，觉得自己痛苦，勇敢这个瞳孔。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，另外呢，今天好六街的老朋友又回来了，我们的傅龙飞，欢迎。必须得举手，咱俩可以就是请看题。请抢答。见鬼！见鬼！没有这首歌吧？见鬼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见魂啊！我说见鬼。他们俩刚刚要摁着我的手啊，摁着，摁的最用力的就是芙蓉飞。哎，刚芙蓉飞按住你，他甚至想见鬼，见鬼。来吧，哇，这个夹子好大、啊，这么大的夹子啊！这个更可怕，就是那种晒被子的那种夹子。天哪，这个真的好厉害啊！要不你张嘴给你拔牙好了。夹哪？舌头啊？不是，你自己说，嘴唇吧，嘴唇吧，真的夹嘴唇啊？啊！哇！你一边夹一个，哦！哇！赶紧吧，感觉已经肿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上嘴唇还是？你要把所有的伤害都放到嘴唇上吗？来吧！啊！不是要扯掉，重点是要扯掉、啊、要扯啊，我只夹吗、啊、我只夹吗？为什么要扯呢？是扯啊，扯夹子，要扯，要扯掉，扯夹子，扯夹子，真是见鬼了。你来一个吧，你来一个，你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你来一个，行，来一个，你来一个，来，一二三走。我的天哪，倍儿爽！哇、哦、哇、哦！下面扯夹子组来了，这道题很容易，来，请看题。哇，这哪里容易啊？这是什么？浪男，有没有可能他不是浪呢？海南，有没有可能它不是海呢？水河南，河南怎么到河南了？有没有可能比河大一点，比海小一点呢？江南，同时，是这样。刚才呢，经过我的提醒，其实他们三个几乎同时，虽然雪晴没有站起来，但是他江南也说出来了。然后大哥和菲菲比较快的是江南，同时，大哥啊，比较快的是谭健次，只有我举手，哎呀，唱两句啊，唱的不对啊，也不能积分啊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啊，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念念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回答正确，还有转音，对，转音还不错，好，下面来扯夹子，夹谁呀、啊？雪晴不好意思加呀，没事，你也不能老让飞哥对吧？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加行，太好了，来，就喜欢这种有商有量的。我这人就不爱跟人撕吧，真的。没有，主要是刚刚下嘴唇加了，是上嘴唇吗？上嘴唇不对称了，现在。对。选吧，哪里？那就上嘴唇嘛。来吧。你是夹牙龈还是夹嘴唇？你都已经，哦，等一下，哦，你还有一个，下巴来一个，双下巴吧，来啊，可以下巴，哇，这也痛，哇哇，好痛好痛，挂着那个丝丝肉，快快快，又开始牵了，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，来这儿了啊，哥，来吧来吧来，来绷住，准备三二，啊，听到那个声了吗？天哪！好不容易来一次给龙飞哥夹成蜥蜴了都。哇哦，好，龙飞来 wave OK， 好好来，哦，一号位，二号位三号位，所以全体接下来轮到勇敢队第一次挑战，来，弟弟加油，我都好害怕你，一起唱一起唱，一
二，一天都不会累，已经跳了天眼。现在的心情和其实也会醉。哇哦哦，可以。我觉得不会疲惫。他在为你干嘛？还要再跳天耶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是这样，他多做了一个，是不是？对，他紧张到，哎，紧张，完全都不会疲惫。我觉得不会疲惫，我觉得不会疲惫。我送一个也不行，那你就这么唱呗，永远都不会累，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。挑战失败。但已经冲到第三句了啊，加油啊。挑战成功！来，准备，嘿嘿，这又是一道伤害题。四十秒内说出丁程鑫最不能忍受的大哥谭健次的缺点。计时开始。吃饭不买单。掏钱很生气。行。人很大气。坐卧底一直失败。那个跳舞记不住。都是你们心里的怨气吧。抓紧时间，不要跟他聊。唱歌太好了。啊，唱歌太好了。跳舞特别棒。做游戏耍赖。那个答题答对。你说的好猜的。过来当大哥。特别关心朋友。哎呀哎呀，哎，这个铁粉三个黑粉。对对对，老师在好六请假。十那个投篮投不准。头发太白了。四，头发太白。死去。等等，哦，比弟弟矮，好吧。等一下猜到。好，时间到。好，来。完了。这个他也不好说，真的。不好猜，好难呀、啊！这个正在搞我们，这个搞，真的吗？玩谁呀、啊？小丁，请你说出你最不能忍受大哥谭健次的缺点。啊！来，听好了，有十个机会来。他现在心里在狂骂大哥。也有可能反的啊。他在尽量搜索能播的那种词儿。是有多不能播，这个是考情商的，又得猜中，还不能伤害大哥，对吧？非常难。十个，没事，慢慢来。先没事，刚刚他们情商没多高。先试一个呗，说实际的嘛，不伤害。让他猜，让他猜，就是吃饭不买单。哦，有，不是，有。你如果你一下猜中了，大家真的会觉得我吃饭不买单。
且第一个就说这个。好，来继续第二个。不能忍受的缺点，能播的。不是，你还打算说几个不能播的是吗？你要不能播的也说一说。没压力，播，我们决定。不能忍受的缺点，就在这个台上干过的，基本上这个台上是吧？当卧底一直失败，漂亮。来，好聪明。跳舞好，漂亮，有有。唱歌好，有有。长得帅，没有没有。这么伤人吗？非得加一句这个。砸一个砸一个这个砸一个来，砸一个砸一个这个。哎呀！来继续继续。啊，缺点是吧？不想当大哥，没有没有，演技好，没有没有，这都不是，这太伤了，这个太伤人了，不是没有，只是没想到。头发白，哎，回答正确，有。等会，你刚说头发白的时候，那个眼神不对，没有，不是，我是在想他那个眼神啊，头发。白这个不能算，这个不能算，这不能算啊，但是也不用砸，好不好？不，现在依然是答对五题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随便说随便说的，因为我们都忘了，我们已经忘了。借这个机会说点真心话。确实有那么些许的伤人，但是我们不要了，这实话，这是实话，就说对。腰不好。没有吧？腰不好好像是没有。没有。砸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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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往边上啊，漂亮。这分交到了啊，漂亮，五分。我老惩罚你，这都是新朋友，都是新朋友。我天天看节目，我也跟老熟人。新朋友来了，你说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哎，新朋友来了，得让他体验一下，哎，体验一下这里的游戏。傅龙飞、张延琦、徐凯，我怎么会没有迪哥呢？趴上去再放腿，勇敢的趴上去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手伸开，手伸开，你伸开，你伸开趴，然后把腿放在两边，对，飞飞把腿，哎，对对对，飞飞，对对对啊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对，三二一，爆。好玩，好玩，还好啊，好玩，好玩，他说。